这十年来做过的事，能令你无悔骄傲吗？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，没有被动摇吧？对象和缘分已出现，成就也还算不赖吗？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，又有让灵觉消失吗？软弱吗？你成熟了，不会失去格调吧？当初坚持还在吗？刀锋不会磨钝了吧？不冲动吗？但变成步步停下三思，会累吗？快乐吗？你还是记得你跟我约定吧？区区几场成败旅，应该不至麻木了吧？快乐吗？忘掉理想，只能忙于生活吗？别太迟，又十年后至想。